我说啥三级卫生被冲了啊，跟我熊猫一下。你要咖啡吗？哎，昨天我今天来的是看到那个三级上热搜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个亮那个表情啊。弱爆吗？对啊，上热搜了。弱爆有什么亮表情的呀？对啊，对啊，上了帅哥亮弱爆，然后对啊，有什么被冲到热搜了？被冲的，被冲了。不是这个兄弟们，我大胆一点啊，三级被谁冲了？下一个的粉丝是吧？躲起来，别保护，别保护。保护不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我们没战斗力的兄弟们没办法。侯家军冲了个帅哥的粉丝不？我跟你说，白火战斗力真不行，白火们战斗力不行。我被冲的话，他们是一起跟那个一起冲我的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黑火呢？黑火跟白火这个时候是站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会一起冲我的，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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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你们跟我说我要给山鸡道歉，是我冲了山鸡吗？我操！谢谢 NIP 跟老干爹送那个不是不是 NIP 老那个是不是昨天那个山鸡亮了波之后你拱火所以他被冲了什么呀？哎，我说实话啊，不是，为什么山鸡单杀了那个下一个让弱包被冲啊？所以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就是不该亮弱包的呀。哦，不该亮是吧？不该亮啊，对吧？个屁呀妈呀，就亮亮怎么了？操，山鸡继续。我靠，你现在真的飘啊？不是啊，我就保护我山鸡怎么了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打比赛不能亮弱爆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么多人亮弱爆，我也亮弱爆，我山鸡不行吗？操，你凭什么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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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说的话可能我也会被冲。所以呢我不会这么说。我觉得山鸡你好好思考一下，要不你现在就发个微博。没事，营销号截图的话不会截你后面这一段的啊，他只会截你前面那一段。哎，山鸡，冷静，山鸡，要不我们一起发微博，我给你点赞留言怎么样？要不说不小心什么的，可以有很多借口可以找一下，下还来得及。等一下，我先那个把后面那个串点。剪辑的时候记得把后面那段去了啊！哎，别兄弟们，别。你在过来的路上已经看到了是吧？看到了。哦，热搜第四还是第三来着？这么高啊？很高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微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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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博热搜是吧？对。没有啊。前天已经没有了，应该。昨天上的还是我刷那个某音刷到的。哦。